啊，对，还有要跟大哥说，就是这个问你，这个地方刚才补漆的地方，它是补那个天然的树木的结痂，你的你现在它结痂的地方，啊，这个我觉得我只刚刚我们就做些，就天然就好了，我把色磨掉了。啊，这结痂就是像这种以前天然的这种结痂，哎，它本来它是有一片色的，你看微微多一点点，哈反正柏树都是很它的那个很正阳性的一种。阳光的、啊、阳光的一种材料，他说的是他的五十出头，2018，2018三年前呐、啊欸，我那时候狂买，你忘记了，就只三年多买，三年多啊，2018的时候，时间很快的，2018的时候买啊，一下就买很多，哦。你现在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要你替我找一个那个，我跟你讲哈，你替我找。